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透视中国的西方观察新栏目。这个栏目将专注于迅速地分析美国的关键议题。鉴于美国政治的变动对中美关系所造成影响，特别是即将到来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，选举的结果将对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。同时，美国民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策的看法，也影响着美国对华的外交态度。因此，我们透视中国团队利用最新的 AI 技术来增加影片的出版频率，希望能让中文圈的朋友在新的一年可以更及时、更深入地理解美国的关键议题。关注透视中国，你会先知先觉。